海合唱。对着海风大声唱歌，绿色洋装搭配蓬蓬袖，詹雅雯从盛开花朵中华丽登场。原来詹雅雯一出场就锁定目标，那就是台下 C 位观众阿中部长陈时中。中部长，对不起，我一出场你就是我的主角啊，所以。无情的歌曲主角就是你吼，我的第一人选。这一次詹雅雯演唱会带着象征全新与重生的舞台回归，还邀请重量嘉宾亲妹妹詹雅芸惊喜现身。同穿一袭紫色长裙，重现樱花姐妹金曲，一连带来多首歌，展现依旧不减的姐妹默契，勾起全场回忆杀。詹雅雯也忍不住哽咽：“其实我是模样前亲嘛，我就感谢。我一乍曾经幻想过说，我们80岁的时候，然后开一场那个很好玩的。”台湾老姐妹欢唱会。詹雅雯打破以往表演形式跟框架，以春分为主题，带领粉丝听见一场诉说詹雅雯一生故事的演唱会。三立新闻李文生、罗佩宇台北采访报道。